天气很好啊。我应该只会这样讲，就这样直接挖，然后就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性情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喜欢这个真性情的我。不擦，然后出去外面找卫生纸，因为我不可能捡里面的奶用，也我也不可能用那个水去用。这件事情我有发生过，其实不难，就是把我的内裤拿来擦我的屁股，所以都穿四角内裤 ，OK？ 四角就先对折之后就可以先擦一遍，然后对折再对折的时候又可以再擦一遍，啊对折再对折，然后擦三遍，屁股应该就干净。这时候我再把我的内裤丢到垃圾桶。自己觉得自己眼睛蛮漂亮的，很电，有吗？有被电到？就是手臂吧，因为我蛮常练手臂的，还好完整。我今天是穿黑色的吗？对，我穿黑色的。好像变胖喽，这种就很容易生气，或者学他嘛。女生生气可能喜欢跺脚，你说这样。拥抱是就是最难哄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擅长讲话。其实我也没有算聪明吧，就是如果很说我朋友，我就一直在看他，我太会看了。如果你发现一个不认识的人看你，我有试过我看见他走了，然后我才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走回来，他就在我隔壁，他很明显的这样看，很超明显的告诉你。然后我就知道我不对劲，我就看着他，然后问他看什么，对，很生气，如果别人看我的话。火车正在跑，然后的那个厕所，公车上，朋友家的厕所吧，去朋友家看影片的时候，然后去厕所，然后就这样子这样，对。当时不怕有人闯进来过吗？怕啊，怕会有那个声音，然后就会跟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这能播吗？怕，但刺激。